部商贾家族的沉浮史，见证了中华民族的不屈与拼搏精神。一位盐商的经商之道，体现了中国商人的诚信与正义品质，大义大爱令人敬仰，大悲大喜荡气回肠。商道有缘，商道有爱，商道有义，商道天问。好样的。好了，第一局我们已经赢了，这第二局由我和你们的什么加藤先生正式对弈。你是谁呀？我是谁？我是高猪猪，他是我师弟，我是他的大师兄。你行吗？没问题。哈，高猪猪先生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们加藤先生今天有要事在身。我们加藤先生说他改日请您到驻地对弈，如何？驻地啊？不行，太远了，那会儿我该没工夫了。咱们走。大家看看，这是我兄弟朱元，你们说他今天给不给咱中国人长脸？猪猪，嗯，这么好的地方吃饭得花多少钱啊？你哪来的钱呢？这个你就别管了。什么甭管了？你跟我说说哪来的钱？一没偷，二没抢，朱东华给的钱，还完裁缝铺剩的。剩多少？嗯，哎，我说你，你们俩早来了。走，高爷，你快坐，快坐。哎呀，上这么好的饭店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吃顿好的咱今天好好庆祝一下。您来点菜。哎呀，我只会烤草炉烧饼，我这饭店都没进过，我点什么菜呀？你们点吧。吃顿。爷爷，您说这个提醒我了。其实呢，今天我就想吃您烤的草炉烧饼。你捣什么乱呀？好，好，好，我呀今天专门给你们俩烤一炉草炉烧饼。今天啊，你们吓赢了日本人，这是个好兆头。今后一定能够打败小日本，把他们赶出中国去。您这一说，我就更想吃了。爷爷，咱赶紧回家了。走走走走走，回家快回家，咱晚上再吃草炉烧饼。哎呀，回家吧，自己在这吃。您，哎呀，说请你们吃顿饭。朱老板，朱老板，不用紧张。今天叫你们两个人过来，没别的。下棋，你们两个人谁的棋艺更高一些？他，每次下他都让我先。可是和加藤叫板的人是你啊。嗨，加藤有什么可怕的？赢不赢不说，咱先得把架势摆出来，不能让他小瞧咱不是。你这叫啊，和日本人较阵。行了，今天呢我就和朱元下，说好了啊，谁也不能让谁，都坐吧。放心，我绝不会让你。好大的口气啊！
菜单，还真是单。好了，我执黑。 这一起事，就能看出野心了。你想抢占多大的地盘呢？该你了。 这世上，你正爱的儿子吗？他改对爷爷奶奶说，他是他们自己的儿子。朱老板，朱老板，他的小手。 被牛蹄太过，你看到现在他的手指都是残疾。朱老板，朱老板，嗯，该您了。哦，您心思没在棋上。从整盘棋看来。 我输了，太晚了，我有点不舒服，先睡了。志莲，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情分上，请你告诉我，你把他们两个孩子送到我这里来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 难道就是为了给他们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吗？我希望你能把朱元的身世告诉我。20多年了，我无法再忍受不明真相的煎熬。希望你能来江州一趟，亲口告诉我，无论他的父亲是谁，我都不会怨你。 他现在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我无法回避，所以我想了却了这块心病。志莲，怎么了？啊，春花冷不丁的问起了朱元的身世。哦，他上回回来啊，也是这么问我的。 那您怎么说呀？我还能怎么说呀？那天早晨，就在大门口捡的，孩子哭得怪可怜的。志莲心善，就把孩子抱回去养了。当时啊，小何也在场。是真的，大少爷，大少奶奶心疼他，早就把他当成自己亲生儿子了。既然是这样，他为什么还要追问我？我是你妈，我的话他能全信吗？去江州跟春华解释，这事儿我怎么开口啊？朱元又会怎么想？更重要的是，现在家里还囤积这么多盐。 在这个节骨眼上让我走，我是真放心不下。去得了也不能去。如今这时局，中国人对小日本恨得不得了。要是说出朱元的身世，肯定就要说出他妈妈来。
说不准呢，还会给朱元带来什么祸端呢。朱元要是知道他妈妈是个日本人，多半接受不了。再说了，你把朱元养这么大，弄不好跟春花一交替，那孩子就再也不是你的了。妈，这个我倒不担心，而且加代他也不是日本人，他是个弃婴啊。如果加代骗了春华呢？不至于吧，日本人在中国这么耀武扬威的，他应该不会。我是就是觉得奇怪，这春华突然写了这么一封信问起这事儿，是不是他们父子俩之间有什么事情？他们要真的闹起什么矛盾来，这后果我真不敢想。是啊，朱颜这孩子对春华一直有报复心。哎，要不然让珍珠去趟江州，让她去看看孩子们怎么样，要是孩子们没事儿，咱们不也就放心了吗？珍珠啊，倒是好几次跟我说起过想去江州看看孩子，我没答应。行啊，就让他去一趟吧。嗯，没事，我不在，你别那么辛苦了。放心吧，我的身子骨啊定得住。你到了江州，可一定要小心呐！啊，您就放心吧。自从我把小日本捅死之后，没有人认得我了。那也得要当心，别让其他人把你认出来，向日本人报信。哪有别人呀？我在成吉堂那么些年了，不会有人认得我的。哎，没事儿，您多保重。哎，去吧。我走了。好，您快回去吧。哎，去吧。哎，当心啊！哎，哎，走吧，走吧。哎呀，你说呀，这事儿是你干的吗？你凶什么呀？不就是仿董事长的笔记写了一封推荐信吗？一封推荐信换了15块钱，挺值的。就为了这15块钱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封推荐信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？哎，能有什么样的后果？无非是他当了参事，咱得了15块钱，多公平！再说了，你不是平时挺恨他的吗？这么会儿又替他说话，够没劲的。我跟你说，这是两码事儿啊！你用这种方式换来的钱就是不对。你别满嘴大道理，有什么不对的？我这是靠我自己的脑子解决问题。哎呀，猪猪啊，我知道你聪明，可是你这聪明没有用在正地方，旁边再没有个人给你把持住，以后只能害了你自己，也会害了别人。我怎么就害人了？我一没靠他发财，二没坑别人，什么就害人了？你还挺有道理啊！我问你，那些布是谁偷的？那你当初叫我还的时候，我还没还？我还没还？那你必须要还啊！我呸！哎，朱元说的对着呢，你聪明是聪明，可是千万把这个聪明不能用在邪道上，要用在正道上。你听见没有？外公也是这么说的。今天你当着我和外公的面，必须向我们保证，以后不能再有这样的事情出现。我保证，以后不会再这样了。对了，这就对了。朱元说的对着呢，你以后得听他的，听见了没有？啊！哎，哎，别动，这是朱家厨子定的，有数的。要吃啊，回家吃去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们就这么办。其实啊，我这个市长也是听日本人的吆喝给你们布置任务呢。啊，你们给我盯住了。好了好了，我就不跟你啰嗦了啊，就这样了。朱董事长啊，你可是稀客呀。来来来，快请快请。你好啊，魏市长。坐。嗯。市长大人，你这工作挺忙的，我呢就开门见山，有话啊我就直说了。有话请讲。我想问一下啊，我们家老二朱东华这个参事是怎么当上去的？
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，就是你这个董事长亲自推荐来的呀。哼，我推荐，我推荐。那我想问一下，我那封推荐信是不是在您这儿啊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是你写的，你的这个书法呀，在江州啊，那是数得着的呀。那我能不能把这封推荐信拿回去啊？怎么，后悔了？当都当上了，后悔有什么用啊？是不是你们兄弟俩闹意见什么的？哦，不过没关系啊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的这个参事啊，可以随时改聘。谢谢魏市长的理解，我们哥俩没闹什么意见，继续让他当吧。但是呢，我想把这封信拿回去，有事儿没事儿的时候呢，我就看一看。好，那你就拿回去，不过呢，你要给我签个字才好啊。好，没问题。给我解释，给我解释！哦，我就是想从二东家那儿换点钱花，好还裁缝部的钱。这是钱的问题吗？啊，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。你这么做了啊，让他当了参事了，是不是助纣为虐？你自己说呀。董事长，我错了。我知道这事做的不对，我不知道他会干那么多汉奸的事儿，求您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小子，记住了啊，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后悔药可以吃。朱元，你帮我跟董事长说说吧。进来。董事长，我想跟您谈谈。哦，难得呀，坐吧。不用了，我有话直说。高珠珠，您打算怎么处理？处理什么？推荐信的事。他都跟你说了？无论好事坏事，珠珠都会跟我说的。你当好你的伙计，其他的事情你就不用操心了。该怎么处理是我自己的事情。可他是我兄弟，我必须得知道。在商号里当伙计，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手脚干净。他背着我做出这种事情来，是绝对不能纵容的。也就是说，您打算辞退他了？我知道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不错，你既然来了，我也顺便告诉你一声，高珠珠在四季春是绝对不能待下去了。好。刚来四季春的时候，我们俩也有个话，要同进同退。如果他离开四季春的话，那我也只好离开了。想走还是想留，那是你自己的事情，你自己看着办。我原来想的对，我就不该来找您解释。你回去可以告诉你妈一声，就说我让她失望了。弄了半天，你什么都知道。对，你妈给我写过信。朱元，我不是一个不通情达理的人。以你现在的能力，我可以在四季春委以你重任。董事长，我朱元长这么大没求过别人，可是今天，我为了高珠珠，我愿意求您，求您再考虑考虑，把她给留下吧。
你们两个人在厨房里吵架，我听得清清楚楚。你自己也知道啊，这件事情造成的结果有多严重，你为什么要为难我？我与他争吵，必须要减重的话，他算不上是一个手脚不干净的人，他只不是爱耍点小聪明，显摆他那些智慧。在这个时候，我就更要跟他在一起了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别人的话也许他听不进去，可我的话他还是能听进去几分的。我怎么记得你好像比他小啊？我是比他小，可是小事上我听他的，到了关键时刻他还是会听我的。继续说。如果您现在让他一个人在外放任自流，他很可能就因为他那点小聪明走上歪路。刚离开江州的时候，他妈就一再跟我嘱咐让我好好的看着他。如果您现在能给他一个机会，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说不定他以后就会能成为一个很有用的人。大道理谁都会讲，但我这是商号，不是四省学堂，一个人的本质摆在那儿，你说怎么改？我都说了，他的本质并不坏。你好好想想，如果他真的是为了图钱财，他可以拿着您的资金到处去骗呢，可以到钱庄去骗贷款，可他并没有这么做。你说的这些话吧，还有些道理，我再考虑考虑吧。这有什么好考虑的？这刚进四季村就发生这种事情，考虑什么呀？难道四季村的人都要跟他学啊？这明知道他是一颗老鼠屎，会坏了一锅汤。我坚持，啊，咱们不可以姑息养奸。你少说两句吧，别得了便宜还卖乖。你先回去吧，这件事情呢，容我再考虑考虑。谢谢董事长。坐着干嘛呀？快收拾东西啊！啊！辞退的是我，你跟着收拾什么呀？你看看你这个样子，啊，我能不跟你一起走吗？别说了，快收拾吧，啊！猪猪，猪猪，你看谁来了？刚爷呀，小姨，刚爷您快坐，来坐这儿。千妈咋不高兴呀？啊！妈，我犯了个错误。你犯啥错了？他咋了？也没什么大事儿。这没什么大事儿，啥事儿呀？猪猪，你跟小姨好好说说吧。高爷，我们先出去。就因为这事儿，他就要辞退朱忠。我跟他说过，他也答应考虑考虑。可是那二东家朱东华，他就是不让啊。我想这事情到了这个份上，恐怕很难回头了。啥二东家？他就是个畜生。高爷，您知道他？我何止知道啊，就是扒了他的皮，我都认得他。这可怎么办呢？春华哥，这辞退猪猪的事儿，你就不能再考虑一下了？可他是我儿子啊！我知道他是你儿子。智莲在信里面也反复的说过。智莲嫂子给你写信了？是啊，他在信里头反复跟我讲起，要好好的照顾这两个孩子。可是你也看见了，猪猪这孩子不争气啊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呢。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带你逃走的时候，虽然光线很暗，但是这孩子长什么模样，我大概还是有印象的。怎么突然会改性性高了？这说来话长。我们逃离江州那天，当着高叔面我改的。我觉得做人得凭良心。
朱朱这孩子打小命就是高叔给的，所以我就让他姓高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春华哥，你知道我养朱朱多不容易吗？可怜天下父母心呐，做父母的心情我当然能理解了。所以你体谅体谅我，你就不能再考虑一下吗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你们大家都要逼我做一个没有原则的人呢？妈，别求人了。走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说什么呢你？我就不信了，离开他四季春，还混不出个人样。别瞎弄！你再说一遍。我说我就不信了，离开四季春，我高猪猪还混不出个人样来。好，小子，我就冲你这句话，冲你要混出人样这句话。我把你留下来，还不谢谢董事长？谢谢董事长，就知道您舍不得辞退我。别嬉皮笑脸的，我等着啊，等着你混出个人样来。嗯，但是留我可以，您以后别三天两头揭我短了。你看这小子，胡说什么呢？留你就不错了。还提什么条件？你看看他，朱卓，你小子是个聪明人，但是我希望你呢能把这股聪明劲儿用在正地儿上。一个人呢犯了错误不可怕，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品性坏了，那就是无可救药了，明白了吗？嗯。这么说，你这次来是智莲让你来的？他脱不开身。来的时候都说什么了吧？就说了一个字儿。一个字儿？什么字儿？盐。哦，知道了。你们俩有秘密。春华哥，谢谢你把猪猪留下来。哎，不用这么客气。我知道你不喜欢别人过问你的家事儿，我也不会多问。可是有一点我必须跟你说。我们全徽州人都知道朱元是个好孩子。哎，我怎么听说朱元比朱朱的年龄小一岁啊？嗯，朱元是民国十一年五月十九，我们家朱朱呀是民国十年六月十八，两个孩子相差不到一岁。你确定你说的是真的吗？谁？朱元？是莲姐跟我说的，不会有错吧？朱春华的心里此刻像打翻了五味瓶，什么滋味都有。他明明记得自己的新婚正是民国九年的中秋节，第二年他回到朱家湾，进家门亲眼看到了芝莲怀抱的孩子，看到了岳母不安的神情，应该是民国十年才对呀。春华哥，春华哥，嗯，想什么呢？哎，不对啊，你是不是把两个人的年龄搞混了？应该是朱元比朱朱大一岁才对啊。怎么会呢？朱朱是我儿子，我比谁都清楚。可他毕竟是捡来的，对吧？可我记得高叔把孩子送来那天，他右手上有一圈布条，是亲生父母写的出生日期，我怎么会忘记呢？我知道你想什么，觉得我们家猪猪啊，在朱元面前就像个弟弟是吧？这两个孩子呀，一直都这样。猪猪呢，从小谁的话都不听，就听朱元的。朱元呐，做什么事都像个小大人一样。有分有寸的。怎么样，生活上有困难吗？现在呀，只要猪猪好，我啥事儿都放心。有困难就说话。来了，开饭了。行了，吃饭吧。哎，老叔。这就是你的手艺吧？啊！哎，你们两个
怎么不敬你大的酒啊？嗯，不应该叫董事长吗？在家按辈分，那应该叫大的呀，在外头才叫董事长的嘛。春华，你说他们叫你大的行吧？他叫你外公，自然应该叫我叫大的了。没错，是。哎，那言下之意，朱元就不应该管你叫大的了。嗯，高爷爷，我敬您一杯。让你们两个敬你大的酒了，怎么又敬起我来了？您在这儿啊，年龄是最大的，这人生百态，看得也是最清楚。无论这人是高尚，还是虚伪，您总能把他的灵魂给捏出来，这个我特别佩服，所以我敬你一杯。你看春花，这年轻人说话呀，就是咬文嚼字的。你说我哪知道什么灵魂不灵魂的？我就是瞎念，瞎念。大大，这样，我敬您一杯，好吧？好。我这敬酒的人还没说话呢，您这背镜子怎么一下全干了？想说什么呀？我是想说，您别老摆出一副董事长的架子，既然都管您叫大的了，咱就像一家人一样，轻轻松松呗。说的有道理啊，批评的对。来，我自罚一杯。猪猪就一孩子，嘴把不住门，你当什么真呀？哎，那得当真呢。说的对呀，这想想也是啊。人在这个世上，能够轻轻松松的生活，确实不容易啊。所以啊，该轻松的时候一定要轻松。来吧，为我们以后能够轻轻松松的相处，干一个！来来来，董事长，还是我们敬您吧。这老板与伙计之间，总要有个上下尊卑之分。哎呦，什么尊卑不尊卑啊？那都是面上的事儿，这心里没有啊，都是瞎掰。能够在四季春做事呢，是我们大家的缘分，有缘就得惜缘呐，珍惜缘分啊。来吧，为我们大家的缘分喝一个。来来来来来，为缘分，为缘分。来，高叔。嗯，好酒。嗯，春华哥，就到这儿吧，别送了。那行吧，都怪我呀，我把朱珠和朱元他们打发到盐场去了，他们不能来送你了，我来送你。你怎么支配他们呀？我都放心，能见到他们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珍珠妹子，都到家门口了。真的不打算回家看看你爹去啊？我不想见他，我这辈子都不想见他。嘴里说不想啊，其实这心里啊还是想见的。其实葛老伯这一辈子也不容易。来，珍珠妹子，把这个拿着。你这干嘛呀？叫你拿着你就拿着吧，出门在外。行，那我上去支连嫂子。啊，不用，我每年啊是定期要给他们寄钱的，这个钱呢你就留着，啊，到时候呢见着你支连嫂子，你就帮我捎个话回去，就说呢，朱元他们在这挺好的，让他放心。谢谢你。哎，自己人不说这个。像我这样的女人，没多大出息了。只要猪猪好，我比什么都踏实。好了，上船吧。春华哥。你好好照顾自己，走了。
朱中华，葛珍珠是回来江州了。你还好意思问我呀？啊！再说了，现在葛珍珠跟你还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在他之后都娶了两房太太了，你还好意思问我？你们俩这件事情我管不着，但是我必须警告你，你现在是董事长，千万别跟日本人通缉犯混在一起，要不然你会殃及我们朱家的。你现在也知道害怕了，害怕了就别在我这嚷嚷，你滚出去，我这还有正事呢。副董事长找我有事儿，这两天你去盐场了。董事长说的，谁敢违背啊？你这小子什么没学会，就学会出卖人呢？我出卖什么也不敢出卖人呢，那不成人贩子了吗？你装，你再装好了。有话就说，没事我走了。哎，你看看这个，你看看，这是多年前的通缉令，你认识他吗？别说，这女人还真漂亮。你也叫她女人？那不是女人，那是男人呀。你少跟我贫嘴了。这个女人前一阵来到了江州，加藤大佐说，只要抓了这个女人和她的儿子，就要碎尸万段。日本人要杀她，要抓她，你紧张什么呀？是不是你跟她有什么关系呀？高叔，我还知道。日本人不光要抓她，还要抓她的丈夫。你到底是谁啊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该想想你是谁。我明白了。明白就好。等等，你要找日本人，你别忘了，我可是参事，日本人是相信我还是相信你啊？你给我识相一点。那你到底要我怎么样？我要你马上消失。我要是不消失呢？那我就请加藤大佐让你马上消失。巧了，我正要去找他呢。你找他干什么？别紧张，下棋。到时候看谁会消失。吵什么呢？吓唬吓唬他。什么意思？听说加藤进驻咱江州城了，我打算去他那一趟。你是打算去送死啊，还是去谄媚啊？啊？我想了一个晚上，我得去他那儿，要咱们四季春经销盐的资格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宁可不要那东西了，你也不能去。我也不想去。他邀请我去的。你去了太冒险了，你知道吗？您放心，我跟您保证，一不丢咱中国人的脸，二不丢自己的命。董事长，我有事情跟您说。你小子在我办公室里老老实实跟我待着，看报，哪儿不能去。怎么了，哥？他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他可是说到做到啊，说去就去。怎么了？你怕了？那你还不赶快把他给除掉？凭什么呀？人家活干得好好的，我凭什么要开他走啊？你以为是过家家的吧？这小子。日本宪兵大队长山本被杀后，几年间总部派了几个新队长均不得力，于是总部让高桥加藤兼任起江州的宪兵大队长职务。心高气傲的加藤不久就将日本宪兵大队的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太监，太监，
你，什么你搞？。报告。我说我是朱东华的原配妻子，江主任都知道，就说是你指使的。到时候看谁会消失。这小子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喂，请问是日本宪兵部吗？我是朱参事。请问一下，那个加藤大佐在吗？不在啊。那什么时候回来？那我10点以后再跟他打。